有人说川崎四缸 CX4R2 定价 6.98 万，有凯越 450R2 的贡献，或许真的有，毕竟 3.58 万起的国产四缸猛兽，动力高达52千瓦13千转，扭矩39牛米10500转，这杀伤力还是很强的。外观改掉了鲶鱼头，变得杜卡迪风，理解下吧。新车以稳妥为第一要素，新锐品牌战略车型承受不了风险。一个亮点是车头中间有一个冲压进气口，能够在高速行驶时增加进气量，在时速150时能增加3匹马力，安全低，记住不到150也是能增加马力的。另一大亮点是仅165公斤的车重，配上52千瓦的四缸动力，灵活性与提速性得到最大保障。标准版为于安品牌前道立式，后中置气囊减震，航特刹车，液晶仪表，正新轮胎，高配为通规格的 KYB 前后可调减震，刹车为凯越自家的 Tesla 对向四活赛卡钳，单碟单活赛卡钳，高配版加4000，多出了钛齿 TFT 仪表，弹射起步，护工，单向快排，以及马吉斯轮胎 TCS ABS 滑动离合为标配。油箱容量14升，出厂标准座高为795毫米，并且有785和780两种低座高可选。凯越450R2骑行姿势并不那么战斗，但车辆弯道极限很高，震动控制，发动机到万转还有不错的出力。